解是篆刻中最常用的技法，目的是凸显造型，使花朵的肌理更为明显。你在雕这个花瓣的时候很有技巧的，在这个边缘立体在卷起来的时候，你要很到位的站头力度也要到位，它才能雕得活灵活现。劈多用于追求细节的技法，在关键处只需几笔就能使画面改观，表现某些图案的质感。它的每一个叶的展开的丝都用的我的藻丝，这个劈法，这个就是丝，它就是说它的气节，这个非常关键。起会产生不同的厚薄层次变化以及起伏的肌理，是篆刻技艺中表现立体感的重要技法。这种技法呢，应该是把它的每一个花瓣举起来，每一个花瓣都是活的。这个花瓣厚度两个把，那那种深度就非常难了，因为完全就靠着一把战刀完全把它表达出来，这实际上就在手的稳定性上面了。比如说大致可能100锤敲过去99锤基本一样，我们可能只有80锤，那这种未来呈现出来的慢黄色就不一样了。锤打力度不均匀，除了影响慢反射，还会导致漏钻变形，花则废矣，只好熔掉重来。繁复经过几十朵残花，林士元最终完成了这一匠心独运的如意牌。